可以啊，梗过那座桥是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哎，老哥，救命，老哥！有低能儿，各位，这边有一个低能儿，我来喽！哎，各位，我来喽！我来揍你们喽！你去死啦！你去死，还想拉拉杆哦？去死吧你！你也去死一死啊！啊，不要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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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去死啊你！我要拍照，我要拍照，滚！滚！都给我滚！我在这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在这，我被踢了。哎，动保协会，这里有人虐猫，老子直接抓出来！偷走喽，偷走喽！Hello， 这里是 Party Animals 教学关卡，先看一下周围的样样嘛。先看一下周围的样样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，今天我们来的是 Party Animals 动物派对。这款游戏最近蛮红的，听说很好笑，确实看起来是蛮弱智的啦。你看到那个沙袋没得？人在江湖，总得学那么一点功夫噻。来嘛，搞几个冲拳搞一下。我看你的脑壳啊，非常的圆润，极其适合用来做头锥。赶紧试一下。试一下，滚过那座桥。试一下，滚过那座桥。可以啊，滚过那座桥是吧？哎呦，哎呦，小心别掉下飞机，活到最后。直接开扁，哎，直接开扁。哎，这有分队伍了是不是？啊，我是哪一队？老哥，请问一下，我是哪一队？哦，我是黄队吗 ？OK， 没有问题。开扁，开扁，开扁，抓起来，抓起来处理，抓起来处理，全部一起下来，揍死你，老哥！飞踢，哎哎哎，你去死啊你！我们赶快偷偷摸摸的，哎，捡这个马桶刷，有了有了有了，去揍他们！你去死啦！捅死你！哎、欸，吸住你的屁股了，吸住你屁股了！这是什么鬼啦？啊啊！我揍到我队友了。问号，不要，老哥不要，老哥你在干嘛？老哥，没关系，各位，第一把我们先试试水温，好不好？随便乱玩的，这个不关我的事啊。让炸弹在对面爆炸，累积分数获胜。哦，就是把那个炸弹丢到投石机里面，然后投到对面。他不用去对面打人吗？还是我可以飞过去？哎、欸，我要过去，我要过去。哦，我知道了。哎、欸，老哥，救命！老哥，有低能儿，各位，这边有一个低能儿，我已经看出来了，是个低能儿。我来喽！哎、欸，各位，我来喽！我来揍你们喽！你去死啦！你去死，还想拉拉杆哦？去死吧你！你也去死一死啊！开揍，开揍，开揍！揍死你啊！揍死你！你去死！开揍，开揍！踢你的头啊！屁啊，这样子我没踢到，老哥怎么可能？踢你的头啊，老哥，还想拉，还想拉啊？你在给我拉，还想拉啊你？你去放屁吧你！直接揍死，哎、欸，直接揍死！啊，不要！救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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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哭啊！白痴哦，这边有一个蓝队的猫在耍白痴，怎么赢啊？你去死啊你！我要拍照，我要拍照，滚，滚，都给我滚！我在这，好不好？各位，我在这，我在左下角，把场内软弹搬回家，累积分数获胜。哦，完全明白了，我们要去中间搬软弹，然后。带回自己家，然后再拉下拉杆，懂了，完全明白了。我们今天就是来熟悉操作的，就是一直耍白烂，好不好？直接去对面揍人，头锤啦你，头哎，我被踢了呀，老哥，你以为你很屌是不是？头锤，头锤，头锤，还想搬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怎么都没有看到我们的队友？我们队友去哪里了？干，全部都在挂机是不是？偷锤，偷锤！干，这个狗一定想说，这猫到底在冲他笑。
你想干嘛啦哈？你想干嘛啦？带什么皇冠啊？偷锤！哎，偷锤！直接搬走喽！你还想飞踢我？你还想飞踢？你还想飞踢我哈？你想去哪里啊，老哥？直接开揍啊！搬走喽！再见，再见！我被踢了。哎，动保协会，这里有人虐猫。老子直接抓出来，偷走喽，偷走喽！干超白烂的这只猫，这只猫真的超白烂。推进，推进去，推进去，推进去！你在干嘛了，臭狗狗哈？哈士奇哦，揍死你！偷出来！哎、欸，猫猫累了，你在干嘛了？偷锤呀！抓走，抓去，抓去调教一下，抓走，抓走！你要去哪里？OK OK， 我们得到一个很大的软糖，非常非常好，直接去对面偷他们，偷他们家好不好？当一个老六偷他们家，这臭狗狗，坏狗狗哈，两只坏狗狗，偷锤，偷锤，哎，锤到了，锤到了，开揍，开揍！你要去哪里了哈？臭狗狗，臭狗狗，妈，整队都是哈士奇是怎样？你给我还来！哎，他们有配合的，嗯，我们还是赢嘞。那哪好不好？我只能说这只猫猫发挥了它的价值。小浣熊，你在干嘛啦？小浣熊还想偷东西哦？加菲猫是不是？哎，队友为什么踢我的头啊，老哥？我的头被你踢烂啦！你想干嘛啦，小浣熊？走开！偷走，偷走，偷走！阿干，哭啊！怎么还是被偷到了？我要上一次镜，哎、欸，有了，我这次有拍到了，可爱吧？将冰球打进球门，累积分数获胜。选这个白烂黑猩猩。我靠，太强了吧！原来是这样玩哦。我们可以用飞踢踢冰块，了解了。那我直接飞踢踢冰块，哎、欸，哭啊！我飞踢踢猫猫，不行不行，哎不行不行，我们把它踢回去。飞踢，哎哎，队友把我头踢爆了，我被队友踢爆头啦！啊，头锤，踢，不要再踢我了好不好、啊？走开啦，鳄鱼！我的致命一击，我来我来我来，兄弟们我来，我来我来，踢！有没有看到？各位看到了吗？你们仔细看那个最后一脚谁踢的，我就不多说了，你们自己看。看到那只黑猩猩了没？关键的一脚啊！踢！有没有看到？哎呀！哎、欸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关键关键的一击再踢回去，有没有看到？我已经完全掌握这游戏的技巧了，就是飞踢。哎、欸，关键的一踢，关键的关键的一踢。我们先认真防守。防守，防守，防守！为什么队友在揍我的脸啊，老哥，脸很痛啊！关键的一踢，哎、欸，没踢到！不行不行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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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完蛋了！直接开揍好不好？直接开揍！啊，揍死你！揍死你！啊，揍死你们这群全部都蓝色的！直接开揍！直接开揍！直接开揍！开揍！开揍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要抢走了，哭啊！不要抢走了！不要不要不要！住手住手！我直接死守，誓死守护啊！你们赶快冲啊！你们在干嘛？难怪会输，走开呀、啊！有没有看到重拳出击？就现在，一个高速飞踢，完了！守门员在耍白痴，守好守好守好，挡好挡好！这个小朋友是想守是不是？那我要冲喽，就靠你喽！你想干嘛啦？完了，我被揍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哎、欸，小朋友，你不是在守吗？怎么进去了，小朋友？我们来看一下小朋友在干嘛。哦，小朋友，干，小朋友在发呆。小朋友在发呆。我觉得这一把应该不是我问题吧？我起码拿了一分哦，不是我错哦。
感觉就是这个黑猩猩，黑猩猩的手感怪怪的，不好用。滚呐、啊！走开呀、啊！走开呀、啊！想被揍是不是？想被揍是不是？反手拍，反手拍，捶烂，捶！不要抓我！不要抓我！捶烂，捶烂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捶到？为什么没捶到啊？为什么没捶到？直接敲死，直接敲死！偷锤，偷锤，偷锤，偷锤！锤死了，锤死了！开咒，开咒！偷锤，偷锤！哎、欸，偷一个上来，偷一个上来，拜托，拜托！哭啊！不要！救命！救命！啊！救我！干什么东西啊？你干什么哈、啊？偷软糖哦！我们直接誓死守护，直接守护在这里怎么样？干老子直接一拳揍死你！开揍开揍，揍死揍死！揍死啊